当你在上海心灰意冷，你都是388-83号为你服务，小伙子起啥的吧？师傅，带我随便转转吧，哪都行，我想再看看上海。哎呦，小伙子能有心思啊？我来上海5年了，一事无成，也没存下什么钱，更别提买房买车了。我感觉我自己挺努力的，或许我不适合上海吧。哎呀，侬不要跟人家讲，那我打侬兜兜呢。侬看，搿是啥地方？这不是上海的顶级楼盘吗？好几十万一平呢。哎，我再带侬去看看呢，迭个地方呢？这又是什么地方啊？上海顶级餐厅，人均5000块一场。那侬再看看迭个市中心的商场，侬看到眼啥物事啊？各种全球顶级大牌，目不暇接。搿侬再看看市中心的马路高头开个车子在眼啥？好多豪车，一辆接着一辆。侬懂了吧？我懂了，师傅。你想说上海有那么多美好的目标等着我，我应该振作起来。谢谢你，师傅。侬懂只屁！我意思搿眼物事帮侬努不努力，浑身勿搭界的，侬想都勿应该去想。哎，你！出那一日到夜子，眼珠子就盯牢眼湿咕隆咚的物事，搿眼物事帮侬搭乱界，自家眼面前从来勿看的，自家拥有的从来勿珍惜的。师傅，我，你说的对。那师傅，你眼前拥有的是什么？我啊，哎兄弟啊，今朝我绑了只虫头，还兜他300多块。哎，等下我受错了，阿拉到吃老酒去。